收看国光帮忙。Hello， 你好吗？我是今天的助理主持刘文文。哎，我是国光帮忙周梦。有请阿姨，我去。不是，哎，强女，来，我们来，韩国人。我们今天要讲什么？今天要讲的是电眼美女都是装出来的。哦、这个妆是化妆的妆，对不对？那、你的眼睛是化妆出来的吗？对。不会啊，我看过你那个没卸妆的时候，不，没化妆的时候，眼睛也 OK，、也蛮大的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电眼美女都是装出来的。现在啊，这个化妆技术非常的好。其实我们常常看到网络上啊，化妆前化妆后差别很大。是。那今天呢，有来了几位艺人，号称是电眼美女。那首先，我们也先恭喜小马。谢谢。新郎官。好，那这个要准备结婚的心情怎么样？很开心。我们现在学习这个当一个人家的丈夫的状态，会不会紧张？会，我是因为他的紧张而紧张了。对，好了，还是要恭喜你。谢谢。这个进入龙年以后呢，第一桩演艺圈的喜事，这个小马发出来的。哎，好，谢。好，这个今天要讲电影美女，电影美女全小马，电影美女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才是电影美女？我觉得人那个。眼睛是灵魂之窗，一定要有神，黑白分明，要水汪汪，然后呢，睫毛当然是越长越好，因为要有睫毛可以，好像是女孩子的这个头发啦，睫毛是非常重要的，是。但是呢，整个电影来讲，我觉得那个里面的神啊，有分很多种不同类型，有些是那种性感电，是，有些是清纯电，有些是权力电。哎呦，每个都不一样。还有一种是没有 focus 的电，对，像冰淇有吗？它就是没有 focus， 有点萌的，有点微醺电，是微醺电。OK， 我觉得都有分。还有一种肝脏电，肝不好的，对，肝不好，对，肝不好的那电，那流，对啊，对，还想电人，你知道？可是被发现肝不好，这个那种甲状腺电，哦，整个秃的到爆，秃的，那叫金鱼电，对，对，那也是金鱼电，金鱼电。那你觉得我们文文的眼睛怎么样？我们眼睛就是属于开朗电，对，开朗电，他刚好又配合到他笑容了。是，他的眼睛是会微笑的。对，你不笑的话，眼睛看起来就是有一种微笑的感觉。开面电，开面电。OK， 非常好。今天我们同样的请到几位电影美女，首先欢迎第一位，请看眼睛。哎呦，哎，等一下，你的头发那么高。来，小马认为这只眼睛基本上漂亮啊，漂亮，真的漂亮，很漂亮，很漂亮哈、哦。对，而且他的睫毛应该有带两副。因为他睫毛已经重到眼睛在微眯了，有没有？是有这样子的、他眼睛有人带两层的睫毛。喂，这个睫毛已经长到感觉像一毛。直，他没有卷，没有。所以现在化妆术有多厉害？你看现在女孩子那个睫毛多长，还有那个什么瞳孔放大镜更厉害。哦，对。哦，那这个，请问一下，你有什么外号？大家都说我家是开工厂的。啊，开工厂？为什么？什么意思？很会电。会电力工厂啊。哦，电工厂一定需要用电嘛。哦，很会电。那听说你有个外号叫桃花眼哦。那声音怎么有点这样子的 man？ 声音很 man， 太过来了。好，这么美丽的眼睛到底是谁呢？我们要请他出来，来欢迎第一位来宾。名模，当然你何止电眼，你是全身电嘛？没有啦，麦克风给我放正常，麦克风。哦，你这个很厉害哈。桃花眼为什么叫桃花眼？就以前就常常就是觉得就看面相啊，然后老师就会说，你这个眼睛就根本不用再求桃花，就是你这是桃花眼。然后后来我就觉得我人生太多波折之后，我就觉得说，那老师你有没有斩桃花的？那请问一下，你眼睛最电的一次是电到什么样程度？就有一次在餐厅吃饭，然后就吃到一半，就突然有隔壁桌的男生跑来跟我讲说，他就一直看着我眼睛哦，我说你神经病吗？然后他就说，
小姐，你是我最全场里面看到最美的一个。不是在一个面店里面看到，因为他在盲人按摩里还好，你知道吗？面店是怪，不是面店还是屌？我今天在台北街头，我看到最美的一个。对对对，餐厅啊，在餐厅。餐厅啊，餐厅 OK 啊，餐厅 OK 啊。对啊，胡须讲面店呢，对不对？结果呢？就我就吓到，我就不理他，就赶快吃一次，赶快跑。他是这样追你，对不对？他想追我，但是我不喜欢被在路边被人家打，当场不舒服。对，那你有没有遇过一种情形，就是其实你是无意识的，你只是看到人家这样看，人家就觉得你在电他，会不会？会觉得我在瞪他，会点他，瞪他，就两种可能性。眼睛太厉害，就因为有我小时候就是国中的时候是没有戴隐形眼镜，就是我就是常常就是都会这样子看人，因为太远我近视我看不到，那我不喜欢戴眼镜啊，然后我常常就，然后就会收到很多情书，人家就不知道为什么，以为是你变，对，你让人家感觉是。啊，你要什么？对对对，他会觉得你需要什么东西？他那个就是欲望店，好欲望店，欲望店。他那种一出来就欲望，想要店，想要店。那如果说你要求你男朋友做一件事情，你会用什么样的眼神？我都笨的啊啊！快去做了。有，你对着对着镜头，对镜头，对镜头，中间那边远去，一二三，快去啦 ！OK， 哇塞，哇，马上变。哇，全力电！哇塞，那男朋友很累吗？快点啊，脱衣服！快做了，对，快点！不是这个啦。OK， 好，所以说这个眼睛漂亮啊，真的很重要。是对，其实女人呢，这个眼睛真的是会说话。真的，因为她说很多女生就是卸完妆之后啊，就等整个是那种天使变阿桑，是，就从那个地狱那个天堂掉到地狱。因为现在很多女生，我自己看过很多那种素人啊，化妆人家是单眼皮哦，然后眼睛是脱胶失神的，是那种没化妆之前的。对，没化妆之前真的是真的是人走灵魂，不是那种脱妆完全没有电的那一种。然后化完之后，整个眼睛是有厉害，是谁啊？炯炯有神。所以女人真的是睫毛真的很重要。可是我看你的眼睛应该不用化妆就很厉害，对不对？大家都好，来，请坐。你们觉得他如果带卸妆，你们觉得会有很大的差别？我觉得不会差太多，还是会有差啦，因为就是一个两种不同的风格。我觉得会差很多，风格另外一个风格是无灵，对，没有，就是这个比较少女，少女，但我比较少女，清纯，清纯，清纯，我觉得会差很多，因为他现在这个妆眼妆，我觉得是算浓的，对。我戴了一副半，对啊，一副半，一副半，而且真的很重，所以你看得蛮准的。他就是挖的很明显啊，他这个眼睛后半段。可是我下睫毛没有，下睫毛。对对对，你是上睫毛，你是加强上睫毛的后半段嘛？对，对不对？有人戴下睫毛的？有啊，现在女生都上下睫毛哦，真的起来的。我要欢迎第二位。哎呦，哎呦，这个眼睛厉害哦，这也不错哎。哎呦，哎呦，这个眼睛好电哦，这个电很配上他这个鼻梁这边很漂亮，超正啊。哎呦，哎呦，哇塞，哇塞，看起来很好拐哦。对，他这是清纯电，清纯电，清纯电，白，对，眼白。这有没有像学生？请问一下，你有什么外号？别人都叫我美人鱼。美人鱼，美人鱼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都说眼睛水汪汪的。啊，水汪汪。那你现在马上弄一个水汪汪，看我们镜头，预备，一、二、三，汪汪。有哎，有哎，有点哦，混血了，混血了。蛮好的，好，美人鱼。好像娃娃。那今天有穿美人鱼的衣服来吗？美人鱼是不穿衣服。有了，你们有带那个贝壳。哦，是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欢迎美人鱼。Niki， 曾经把街上的人电到什么样的状况？因为其实我走路的时候不太注意旁边的人，然后是我朋友都会发现说，像如果走过去啊，那男生是会这样子跟着转，然后就害旁边的女生就会很生气，把他带走。我自己就是把他男朋友带走，是，对，因为被你的眼睛吸引了。我经过东区一堆女生旁边，人家看到我走过去都叫霆锋，以为叫谢霆锋啊。就后来我听，我说，谢，长得像谢霆锋，走过去一听，林峰。耳背，所以林峰。
所以大家看都会，所以大家看到小马都会叫，嗯，对，喂。OK， 眼睛这么电，有没有烦恼？烦恼，其实我觉得烦恼就是大家会可能被女生讨厌，因为他们都会觉得、哦、嫉妒。嗯，你干嘛勾引人家？就是他会觉得你好讨厌哦，为什么每个男生可能都看到你就会只想看你，然后就不理他们？嫉妒，嗯嗯，就会被讨厌。正常哦。那你所以没有什么女性的朋友？有啦，还是女生朋友，懂我的人就会懂我。那你会不会身边比如说我们都知道一个美女啊，身边总会出现一些护花子侍卫，对，侍卫就是长相比可能比较平易近人那种。是，这样会不会像身边会不会常常带这种人在身边？还好啦，就偶尔搭那个小跟班的。那如果人家跟你搭讪，那些人会出来挡？会，对。而且像我出去，然后你会劝他们，关他们什么事啊？没有，我就说我这样一辈子都不会有男朋友，不要这样挡我的桃花。他们就这样子，哎，对，叫人家就是。然后喝酒，他就哎。对，或者哎，小姐，哎，干嘛？谁叫你的？对不对？不是，你干嘛肚子上贴暖暖？贴什么暖暖包？女生对你。你觉得你眼神最会放电是什么样的情况？放电没有，其实我很爱就是装可怜，哎，装可怜，预备，一二三，可怜，拖肚子好饿，但类似这种，哇，好可怜，可怜可怜，对，这好像史瑞克里面那只猫，肚子好饿，血猫那个，对，怎么能这样？嗯，这样有效吗？受不了啊，有效吗？蛮有效的。你通常在什么样情况最常使用装可怜？就不想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，然后想要求别人，就、拜托。哦，那你现在拜托圈文帮你做一件事。好冷哦，好冷、啊，你可以拿外套给我。好，我拿，我就是外套。受不了，真的，对，楚太温柔，楚楚可怜，没办法。兄弟，你是喜欢那种很侵略性的电影，还是喜欢这种楚楚可怜被侵略的电影？楚楚可怜，你喜欢这种哈、楚楚可怜，让我才觉得我可以保护他。OK， 难怪你以前对学妹。好，来，请坐。谢谢。这一位，你们觉得他卸妆后眼睛会差吗？我觉得会差很多，我觉得都不会耶。他比较不会擦。君王，你说什么？我觉得不会。君王是不准王，现在是哦，真的，我觉得会有点擦。我觉得会有点差，因为你看两个在一起，严谨的眼睛明显比较，你不用装可怜，有点恐怖。你看两个比起来，眼睛明显比较大一号。对，哦，大很多。哦，对，我眼睛没有很大。而且我平常喜欢眯眯眼，就是这样讲话都不打开眼睛。那你觉得在眼妆来讲，怎么样帮助你最大？是眼睫毛呢，还是眼妆呢？还是我觉得眼睫毛跟我是要画内眼线，因为我觉得感觉会比较有精神。然后跟下睫毛一定也要有，就眼睛会感觉怎样撑大。哦、那你今天有弄下睫毛？你撑大一下。严谨，你这一直在我就一直在画下睫毛的。哇，那个你有那个吗？你有画他下睫毛啊？一样，我没有戴啦，但是有画下睫毛，因为我本来就画。可是 Niki 虽然他说他眼睛不大，但是因为他头特别小，是，所以比例上来讲，他的眼睛不算小。对，那你们在睫毛膏上面会不会花很多钱？睫毛膏，一个女生最起码平均都有三支睫毛膏上。三支不一样的功能还是？不一样的，像有纤长的啊，然后有浓密的，还有防水的。纤长、拉长、拉长、还有悬翘的都有，然后是拉浓密，还有是抓漏的吗？还有对，抓什么漏？下来卡住，抓漏的。是有一种是那个睫毛膏的雨衣，对不对？就是因为你有些睫毛膏你太容易晕，我真的了解。然后它是有一层是可以防止那个睫毛膏晕开的。欢迎三号。你眼睛那么小，跟人家来参加什么东西？对啊。下面一点，哦，这样大一点，这样大一点，往前，对嘛？你刚刚那样眼睛太小了 ，OK， 没什么眼神。可是他萌哎，我觉得他萌哎，嗯，还有没有什么外号啊？他们都叫我狐狸精。他们会不会走在？为什么叫狐狸精？因为鼻子很像狐狸，而且还有味道，狐狸的，还有味道。嗯，来，请对电视放电，预备，一二三，放电。没感觉，一二三，放电。没感觉。
在抽筋吗？你在干嘛？没有啊。对啊。你会不会放电？你会不会放电？你是？我觉得我的放电都是油然生成的，就是没有刻意放，但是大家都会被我电到。是不是电到了吧？乱讲，你严谨昏倒，你严谨昏倒。这个朋友啊，他一定没有拍过戏，嗯，拍戏的你一定要会放电，嗯，眼神一定要很清楚，让那个机器能捕捉得到。对，我觉得他这个电叫做自我感觉良好电，这叫自我感觉良好电，真的，自我感觉很有电，这个、对，让我想要搓眼睛电，搓眼睛电。好，我们看看这个狐狸精到底凭什么当狐狸精，来，请出来，狐狸精。你现在再放一次电，预备，一二三，电！我只看到嘴巴，我怎么样都看到嘴巴。就是说电力要整体的嘛，不可能只有眼睛啊。我帮你，我辅助你，好，帮你加一点泡。今天穿好像垃圾，回头，回头电，同样机器电，哪里？没事，我跟你讲，放电基本上嘴巴不能张开，不能张开就转移人家的注意力。可以张开，但是你不要想。我给你一个情绪哈，你看，你看那个，哦，十年前那个电哦，电来，十年前再遇归我，十年前，现在转身的情绪是要求男生帮你五十年老电，帮你要一个皮包什么之类的，要东西，要礼物之类的，好吧？一二三，哀怨要不给。预备，不要笑，不给怎么办？又不给，还不给？你是神经病吗？漂亮，生气啊！OK， 好，太棒！你曾经在这个街头上，嗯，因为你的电力，有让人家做出很奇怪的行为吗？有，就我之前带我国外的朋友在台北吃餐厅，然后我在结账的时候，因为吃餐厅，整个餐厅吃餐厅吃饭，然后就柜台在我正前方嘛。那我因为我平常走路也是看正前方，我不太会看旁边的人。嗯，然后我就走过去结账之后，我朋友说：“天哪，刚刚有一个爸爸，然后牵着女儿在你旁边，然后就这样子看着你，然后经过，就他刚好前面是个柱子，就撞到，然后我就觉得很好笑，然后我就回。”然后我就回头看那个爸爸，然后他就很尴尬，就是有点在摸。你笑话！他是哪一家？不是，他讲的应该是真的，因为你那个年代应该没有这种男生。他年纪比我大，哪有他？真的吗？我1985的，好坏，你好坏。1984，但是我是年尾。出你真的是老店，我们再报一下你几年制？我1986啊，哎呦，四五六而已啊，我也大一岁多而已啊，真的看不出来哎，三位，对，严谨，你太早出江湖了吧？好了，那再请教一下。像放电勾引人，却被看成花痴。你要评分他这个眼神，让你有评分的，用你几分的冲动条去看他，好不好？预备，一，还是要看一下，二，三。有多几分的冲动想去跟他搭讪，想捶他。当女生给我们放电的时候，国光帮忙，为了玩游戏，但是你使出电眼，你成功了。成功了。是什么样游戏？我在夜店，然后找朋友，就一个人，然后去找朋友，我们就大家在打赌说，如果今天晚上跟我搭讪的人如果是单数的话我赢，双数的话他就赢，我们就要请吃宵夜。就我那天是一直到偶数的时候我就开始放电电男生，然后等到单数我就觉得 OK， 我那天去了2个小时有23个人搭讪。好，那我们现在现场我们现场重回啊，现在你需要人家跟你搭讪，嗯，你对着鹏哥，好，预备，开始。不是你，你要评分啊！哦，我以为他搭讪，连眼神，连闯力不甩，对呀、啊，我以为哇，他出声音嘛，装一下，眼神，你要评分他这个。
眼神，让你有几分的，用你有几分的冲动想要去看他，好吧？预备，一，还是要看一下，二，三，开始。好了，各位，有多几分的冲动想去跟他搭讪，想捶他，完全没眼神。我那时候没有，不是不是，像我们这种年纪的男生，对，当女生跟我们放电的时候，通常是回眸一眼就走，嗯，他不要一直看着我们，留下那个不是，你刚才是这样。叫安管，叫安管，怪怪的，阿辉，对阿辉，是的，你给我一个回眸一眼，让我重新评分一下，预备，一、二、三，回眸，中，中，真的，我就是要这个，想要跟他讲话，是不是？对。嗯，这种眼神是男人最爱的，就是一眼不多也不少，浅浅的，对，看了就闪，要干脆利落。那万一我走，没人过来找我怎么办？会，绝对会，绝对会。对，我如果未婚的话，我一定会过去找你。太好，开心。那你不相信，你来试，你看需要试一下。如果你今天未婚，他给你回眸一眼，你会不会想上去搭讪？好吧，来，二三。我也想试试看嘞，好来啊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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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确定还是这两个还是快结婚了，林峰，开始，徐哥我们快要走了，你不会想没感觉的，没感觉，因为小马现在新婚了，对啊，没感觉没感觉，他现在哥，你刚才有没有感觉到？有那种女人味，对不对？对。是想要过去攀谈，哎，他是不是对我有意思？对对对对对，各位观众，你看这两个人家有多么寂寞，你看，今天还是我们录节目两个人过瘾，评分，我们为节目的这个流程在尽心尽力。新婚跟结婚后多年之后，而且我们也只能在节目上了嘛。对呀。哦。来下一位，电影一二三，哎呦，就阿尚。你带来，阿尚，你几岁啊？今晚几点啊？你过来，来，对着我们的镜头放电，一二三，电！你喜爱困啊？对，太早了。哦，阿尚嘛，阿尚跳嘛，请问阿尚跳嘛？你有什么外号？不告诉。哈巴熊，哈巴熊啊！因为眼睛就是比较。迷蒙，比较慵懒无神，对，慵懒慵懒，慵懒的 ，OK。演艺圈现在欠人了。好，我们看看这个啪啪熊是谁，请出来。好，请问一下，你的眼睛曾经在街头上电到怎样？没有电到什么样啊，没有。那你来干嘛？就是撞到墙还是什么，就是只是被打散。那因为他睫毛好长哦，对，没有戴假睫毛。这是真的吗？这真的，我不戴假睫毛，睫毛好长。那厉害，加分啦，已经加分啦。嗯，对啊。但是昨天晚上没睡好。对，我昨天没有睡好。不过在热带国家，眼睫毛这么长会不会累？为什么？因为很热啊，这样你知道流汗，不至于啦，不至于啦，早上起来会有露水结在这里，那是太潮湿，在很冷的地方才会吧，对，解霜。你平常最常用眼神去要求男朋友做什么事情？就做一些家务事或者是一些琐碎的事情。可是那都是犀利的眼神嘛。对啊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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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是你会装可爱或撒娇吗？我会装可爱。装可爱来转身，我们来装可爱。好，预备。对镜头，刚刚那个镜头，对，中间那个。先转身。好，预备那个。好，预备。装可爱。baby， 可不可以帮我去那个银行帮我跑一下？拜托嘛。跑去银行跑一下。跑银行。被削了吗？有啦有啦有有，他这个装可爱，有以这个年纪来讲，年轻可爱 ，OK 刚刚那一段我们在跨年次，你应该是长老。哎呀，我刚刚听到1980，我快昏了，我想叫车回家。你是1970？我是1970。
啊，七年级的，就尾端。OK OK，人家没差几岁嘛。OK 的，人家快十岁吧，人家讲月嘛，我是197尾端，人家是讲我这是月的尾端，哇，稳固稳固。对啊，不怕。好，来，请坐。好，太棒了。但是这个排行榜呢，讲的不是谁最美，是眼妆卸掉以后差最多的。OK， 好不好？我们先讲刘亦馨，她觉得眼妆卸掉以后差最多的人不是她，她觉得她差的最少，所以她给自己第四名。哇哦！因为看了20几年习惯了。我们从3-2-1来讲哦。对啊，她觉得输她一点点的了。是林丽飞，哎呦，你还不是差最多的哦？为什么？因为拍戏他们都是很淡的妆啊，所以平常看在荧幕上就是淡妆，所以应该素颜没差太多。没差太多？你觉得你比他更没差太多？这不是铁齿，是铁证。OK， 好，那你觉得太多了？你觉得第二个差很多的是 Nikki， 对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很多拍照都是化很浓的妆啊，所以我觉得应该比较有落差。对啊，其实我自己也觉得是是。那你跟颜值有仇？是，杠上。选美跟选美，选美，选美的心结。Nikki， 你不要坐中间，你们中间好多点。有没有一起选美过？没有，从来没遇到过。没有，你也知道年纪虚长我一点，所以。学姐，你第一次选美是什么局？什么比赛？在台北？什么在台湾？什么的？哪一年？世界小姐2007年。世界小姐2007年。对。然后后来又去买。其实他选的时候已经有点老。你第一次是？年底就火锅哦。你怎么呀？等等，卸妆嘛。那时候已经当艺人了，然后他还很疯选美这件事情。我超疯。他完全不是。他就完全就是想选美而选。他出来选美的时候，你已经选完了。已经选完了。那他不是超龄？他那时候算没有超龄啦，真的，我那会儿才大三呢。哎，我跟你讲，在选美界里面呢，你们选美没有年龄限制。你要不要过来这里坐？我觉得我应该换位。26岁，好像你是几岁开始选美？我19、20就开始。19、20，然后我都集中在我在，你知道吗？我选那个妙龄小姐啊。是。我是最紧绷的，23岁我还去。后来我就再也不参加选美，因为我觉得一般都是19岁、20，对不对？对，19、20、21、22。OK。你知道你25岁虽然还没有超过年龄限制，一般的选美赛啊，到26岁嘛。你去你就已经很少了，是？会很没自信，你知道吗？一去人家说姐姐，姐姐你选好多届了，请问一下我对眼睛怎么画？大家介绍自我介绍哦，我今年19岁、20岁啊，我今年25岁，你知道那个？没有，那个声音不是这样。我今年25。老残吗？老残，真是老残。可怜啊，就还要咳一口老痰。但我今天我觉得差不多应该是会是那个刘亦馨、丽飞、君娜，对，不是他差不多，不是因为他完全没差，不是因为他的睫毛是很长，我觉得他的眼睛有很多优势，可是因为他真的没有睡好，他的黑眼圈跟他眼袋真的年龄的那个。美女卸妆后更吸引人。我们如果投票的话，我们会觉得你现在的眼睛比这个时候还漂亮。真的吗？看，真的，好不好？要不要看？来，1、2、3，请看。国光帮忙。上面写说差最多的是刘亦馨啊。对，这道上面是这样写，因为她之前眼妆比较。那你现在想要改就对了。就因为我们今天的现场状况啊，所以你重改。对，你觉得差最少的是谁？我觉得差最少，我觉得他应该是差最少，因为一样哦，一样。然后不是你目前，你目前就是你是最高票，其他三个都接你，好不好？长得漂亮，眼睛会电人，就是注定这种杀。然后 Nikki 还不错 ，Nikki 有2个第4名，有2个人选你差最少。真的吗？真的假的？好，那我们现在要请第一位谁去呢？当然是李元景先去卸妆给我。徐哥，你觉得谁？你排一个差最少是四人排行。我觉得当然是那个丽飞差最少。今天状况不是很好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们也看过你黑眼圈，没无所谓。然后再来是 Nikki 哦，对，再来第二少，第三少是另外一个走出现场了，我们可以讲。对，他是第三。不是。
所以你觉得他第一名？对，我觉得他是第一名。是吗？小马，李延景，我看过他卸完妆，真的像他走红，有点判若两人。但是刘雨昕的话呢，他如果卸了妆，我可能会不认得这个。化妆反而没人出来。你在希腊放电放到有人跟你求婚啊？是什么人？就在一片茫茫的沙滩中，然后你是不是有袒胸？没有，所以都穿比基尼，就是大家都穿比基尼。然后我在沙滩中，我其实是要找位置，我就不小心瞄到一个戴草帽的很帅的一个男生哦。然后我也没想多想什么，我就躺在那个躺椅，他就过来说可以跟我合照嘛，他就坐在我躺椅这么小，他就挤在那边，然后跟我合照。合照之后他就说，那晚上我可不可以找你去夜店，然后我们去哪个小岛度假？被打赏。对，我就说不行，我是来比赛，然后所以就是我们要跟团体活动啊，不能够就是偷跑啊什么什么的。然后讲了半天说，那不然如果我跟你求婚，你嫁给我，你变成我妻子的话，那你可不可以就跟我，就是我们就可以有私下的行程。然后一开始你会觉得他很油腔滑调，我就觉得只是讲讲而已。然后后来我就把他打发掉。结果后来隔了一个礼拜，我们就去了南部的城市，大概车程开了4个小时的城市，然后一整排的夜店哦。那天晚上我们去了3家夜店。他带你去？不是，我们就跟团体去，在第3家夜店，而且人是爆炸满的那一种。我竟然遇到这个男生，结果呢？然后他就说，就是很巧啊，遇到啦。那你有没有就是认真考虑我求婚？你要跟我要答应了吗？他又不是去，他又不是八楼里去，他只是一直在玩，一直在玩，然后突然遇到。哎呀，我们的心情是什么的？再掉一次，哎呦，又来了！哇，你跟着我啊？我结婚了，而且人家看过你卸眼妆。你们有因为眼睛让男生深深爱上你过吗？因为我跟他讲话的时候会看眼睛，然后他说我觉得我会，就我的眼睛像黑洞，他被我吸进去，然后黑就是很着迷，很迷恋。进入黑洞，他说神经病，你是眼睛的年代吗？没有，我是最小的耶。有人在用黑洞，像黑洞，对，那很惨。哇，你眼睛像小狗。哎，真的。脸，我的眼睛像 puppy eye， 就是很可怜这样，就是然后就拿着狗饼干，就是比较得人疼这样，就很像有人要保护我这样。那刘雨昕一定有。我有，就是因为我很爱笑，所以很多男生看到他们就觉得我的眼睛也会。可是我觉得嘴巴比较强势。是，你超强势。我可以再看一次吗？我整个节目都在看你的嘴。林飞，你刚刚是看他嘴巴哦，我看到了，他嘴巴真的很抢戏，他嘴巴讲话的，对啊，但是刘雨昕的嘴巴很像那个安吉丽娜琼丽，对，他嘴巴真的很漂亮，然后嘴型真的很酷哎，对，厚唇，对了对了，其他都还好了 ，OK。发笑容我配来啊，不用担心，没有，我要 balance。我们现在马上请 Nikki 去卸妆，我要去卸妆，好不好？我有点紧张， Nikki 真的没差哎。我等一下上来之后你们吓到了，因为我上次也是在国光跟他一起录同一集，然后他也是卸妆，卸一半。对，我觉得其实他没差，他没差。我现在应该是不是讲大家都没差？这样等一下大家也会说我没有差。来不及，你有差，你有差，你有差，来不及，因为你刚刚太臭屁，有点危险呢。今天这样子来比赛，丽飞有没有压力？有哎，你说除了年纪对不对？对啊，因为我觉得眼睛真的可以反映出一个人的年纪，就是越年轻，女生尤其容易，对对，不会这么干，然后不会有线那个什么细纹。你现在会被老板油？会，我现在正在流啊。好会哈，笑太多会。今天老板油可能是睡不好才会有那个，太干睡不好会。对，为什么睡不好呢？因为昨天就一直在年纪大了，在立，不是，我在一直往上面立眼神。累了，你们两个先去，好，卸妆，卸妆了，好，好，现场现在都没有女人，哇，现在都没有人，我们可以好好的讲，我们先看李延景的照片，请看，好，这是刚才那个延景他还没有卸妆之前，我们明显的看出来，哇，眼睫毛部分非常抢戏，对，非常漂亮啊，这个炯炯有神，到底他卸了妆之后差别有多大呢？来，我们欢迎李延景。双眼皮很明显呢，对啊，大家觉得我以前眼皮像割的啦，哎，真的不是，你深到像割的，这不是割的，你那个太深了，这缝的，不是啦，缝的一定有缝的痕迹啊。这个会因为体重的关系而再加深吗？就是比较胖的话，更泡泡这样子，会不会？会，但是不会吧？会，因为随着年纪，随着年纪会下。可是我小时候就这样子，然后眼睛，那是小时候啊。
因为我眼睛没有什么皱纹。你大概在两年以后就会下垂。对啊，快40年。我他没有鱼尾纹呢，他没有，很厉害，很厉害，很厉害。我平常都不太笑。说真的啦，我们如果投票的话，我们会觉得你现在的眼睛比这个时候还漂亮。真的吗？看，真的，好不好？要不要看？来，一二三，请看。清纯可爱啊，刚满21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，你这样很正哎，你这样走出去去篮球场，你跟人家说你是大学生，没有人不相信，真的。对，还要化妆嘛？你这样多好，干嘛化妆？没有工作啊，因为今天要比较。可是我平常就是私底下我是不太化妆，很好。你有保养吗？眼睛我真的没有太特别的保养。可是你看你这边连一点那种细纹都没有，我是全部就是乳液就这样涂一涂了。所以这样看起来，我觉得李延景还真是厉害，应该算刚刚我们应该选他第四名吧。我还是少女，跟你们说，没有人选他耶。所以大家选他第一个哈，是因为成见，成见，对不对？嫉妒，心虚，对，知道自己来死定了，干掉一个算一个。可是反过来差最多应该是他卸妆以后更漂亮。对，更漂亮的差最多。对，以目前来讲，因为前后面三个不理了，今天就做到这里的节目，对啊，到这里就卡掉了。那我们后面就别看了，因为再看下去就过惨了。好，我们现在情绪呢，就变成大家非常期待刘奕馨。对。现在马上看 Nikki 的照片，来看。会不会他差？我觉得他差最多了。是挑罗拜来。好，明显的，你的头发很乱啊，非常乱，非常抢戏。我们欢迎 Nikki。哇塞，竟然没有人选他，他比你小啊？他比我小。小哇塞，半年而已。你现在开始加姐姐了。哎，刘奕馨卸妆后，让现场来宾惊呼连连。各位观众，不瞒您说，其实今天重头戏。伤不起，真的伤不起。我想你想你想你想到昏天黑地。电话打给你，美女留在你怀里。我恨你恨你恨你恨那心。国光帮忙。现在开始加姐姐了，哎，真假的？不会，姐姐你贫血吗？看一下。哦，我天哪！干嘛？没关系啊，没什么差。你都已经来了，怕没什么差啊，怕什么？只是你那个……我跟你讲，我脸不是出油，是因为我脸很干，然后我一定都要擦。没有人误会，没事，没有人误会，没有人会误会啊，没有解释。来，我们看看你到底变什么样的，一二三。哎，我觉得也比画之前好哎。对啊，真的，因为我平常很少。哦，他有。可是你的眉毛要加强，你眉毛太淡了。我眉毛很稀疏，是那个胎。跟我的头发一样啊。你的眉毛到现在还是胎毛？就很软的胎毛。哦，不过他有一点点吃亏是，他这里有细纹。有，因为脸很干，我真的脸很少出油，都不太出油，真的啦。那我们没有说没有啊。那照片为什么会那么油？因为我习惯用那个珠光的，然后灯打下去就反光这样。额头整个弧形是有一个那透亮的感觉。它是扣桃哎，很好啊，扣桃。你没有常常去做脸？我是扣桃啊，就扣没有很长，因为我脸很容易过敏，像我现在脸就有点过敏。现在过敏这么干，应该不是常要擦一些保湿？有的，它有点过敏，你看它一卸完，它下面都起一颗那个。而且他额头还脱皮耶，对呀，这里有六皮。为什么？因为脸太干了，还是扣桃太抠？不是。哎，你刚刚排名是差最少的，好好，差很多。没有，我不是意思说你是七，我说你给我们感觉是差蛮多的。对啊，对，我们刚刚还以为是差最少的，自信，还 OK 了。我化妆跟没化妆差很多。哎，他长得像真的老外，我觉得是他眼睛周围的颜色哈，对，变淡。然后呢，那个浓淡差很多啊，颜色。你不上眼妆的时候，长得比较像外国人，可是你上眼妆的时候，比较会像有点原住民的感觉。你刚刚是摆的那个放电的眼神是什么样子？我们现在摆一次，一还是要自信，三百，完了，镜头裂开。不会的，他是装的，他
是装可爱的 ，OK 的，嗯，还好，清纯，来一个性感对不对？性感，好像应该没办法了吧？还是有了 ，OK 了 ，OK 了。不过你自信很重要，你唯一的哦，就是因为你的皮肤很容易过敏，嗯，还有你会长肉芽，嗯，对不对？你唯一缺点只有这样而已。来，我们在因为啊、哦、这个节目的精彩度的关系，所以我们先看林丽飞好不好？好，所以看林丽飞，哎，他妈生气耶，还没录就累了，双颊有点垂了啊、哦。哎、okay ，哇塞，你敢讲？哦，你看，哎、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那两个抢戏，哎，抢戏，哎，好像有胡子一样。那个是一般女性观众，如果你们有那两块的话，建议你们去做五爪拉皮哈，就可以把它拉起来。拉皮之外，你做那个。用那个肉毒做拉提，肉毒，对。OK， 来欢迎林丽飞，大家好厉害，你们都很毒舌哎，没差，毒舌的。目前为止，卸妆之后眼睫毛最长就是他，对啊，所以超猛，我觉得他没差，对，他最没差，一二三，哎呦，真的没差，黑眼圈了，没差，没差。没差了，还好，你真的卸完了？卸完啦，你拉，我拉什么啦？你拉，你没有拉眼睛的，不是重的、啊，是真的、啊，好厉害哦，真的没差，睫毛真的好厉害，而且他连下睫毛都好长哦，对啊，真的，好厉害、哦，而且我觉得你卸妆有个地方更特别，嗯，下巴。为什么？整个出来侧面，你转侧面，你看下巴多翘啊！对啊，装出来。不要动，给镜头拍你。侧面，你看他下巴是软的，约翰·舒伍德。对对，真的。嘴唇跟下巴中间是凹的，这下巴也很厉害。这一般要有这种下巴都是做出来的。对啊，好厉害哦。对。是。好，南洋第一下巴。对，第一下巴。第一巴女。对。成为命中女，下巴女王。扯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成为命中女王。这个也是没差。好，来，掌声鼓励。各位观众，不瞒您说，其实今天重头戏，其实我们今天就是要做刘亦菲。哦，刘亦菲一直说她没差，我们到底看她到底有差。刘亦菲已经在瞪我们了。哦，你看这，哇，哎，这你们真的会很会找格数哈。哎，刘亦菲这个，哎，她有白头发哎。嗯，你看上面有一根。那是反的吧？老。老，那是白头发。哎，他有点是的，只反了一根，他也有点厚道。马上欢迎刘亦菲。很坏啊，妈吹过脸，哪有这么差？其实有吹，没差，还好吧？没什么，不一样哎，跟我想的不一样哎。其实我觉得你现在越吹越好，越不一样越好，你的产品会比较慢。是好的。可是很多路人都说我素颜好看哎。等一下，真的是跌破眼镜了我。你觉得是好的？对。但是他的眼睛的形状就是我想象的这样。什么样子？所以会感觉是下垂哎，感觉是不一样。这样子。哎，是我化妆还是？我觉得是垂哎。是吗？大家对垂度都不一样。对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来这节目，二三。说我不化妆，对啊，你为什么要化妆啊？你白头发在哪里？你看，有这里这根，有不要拔哦，不要拔，越拔越多，拔掉一根的吗？然后绑三个，哦，不止一根，不止一根，哎呀，一串一串，没有藏起来，赶紧藏起来，有在用背吗？我就说啊，我在用脑，对不对？是啊，我讲了你还真是。不过哎，我觉得今天四个来讲都是。不化妆没有差那么漂亮，所以我们四个化妆技术都有待加强，嗯，对不对？也不是，都化得不好。其实女孩子像你们这样素颜漂亮的，真的是蛮难得。男人可贵呀！你看，我们常在网络上看到那个化妆前妆后，哦，那个真的差多，差也太多了吧？我觉得应该专门拍一个连续剧叫《素颜四千金》，真的，所有演艺圈女生对，而且卖了不化妆出来演连续剧，然后那个就叫肉芽。真的没差，对，你叫跨腿了，你什么叫小腿 ？OK 啊，不过真的很漂亮啊，阳光啊，转身，放个电，一二三，放电，哇，清纯，哦，是啊 ，OK 了，哎，这个背景后面要配森林，对，森林那种感觉，空灵，阿凡达，没有，乱讲 ，OK， 好，来你说。四个都是美女啊！今天啊，其实很多很多像那个女孩子去上卸妆节目，
多少都会被人家讲说哪里哪里。不过今天四位来都是加分的。对对，这个里面其实今天我还敢讲，在摄影棚我们这个多少人？二四六八九个人。你知道卸妆以后差最多是谁？谁？曲中恒。真的假的？他是来做一个男的啊？不要，现在啦，现在不要。我这个女孩子就想不要懒惰，因为一懒惰以后，这个皮肤状况不好就会变得不好看。对，只要你勤于保养自己，你看像哇，李延景这样，对不对？对，太完美了。谢谢陈老师。女来宾不在棚内，柏中康猛开玩笑。看第二现场，哇，注意里面有两嫩。两熟哦，真的哦。我们看一下鞋子，你看哦。接下来请看手。究竟一号女来宾是哪位？